你看看你们师父可怜不啦？不舍得你们呀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请师父慈悲帮我们看一下2010年的虎女孩。2010年的虎是吧？对。啊，脑子这里先出问题了。是的。现在影响他很多地方，他的血脉也不好，脊柱也不好，歪的。是的，发展得非常快。麻烦了。嗯，这个孩子，你要好好的给他做功德，我看要多放生，好吧？嗯，边上是你先生是不啦？对。你先生有很多杀业啊，先影响到孩子的。是的，他以前做厨师。听得懂了吗？这就是你呀、啊，你自己要好好改了，因为你有很多杀业啊，所以影响到孩子啊，明白了吗？要给他放生啊。嗯，放生多少？我们已经放生7500条鱼。不够，至少13000。好的，再放13000。不是，再加上去，加到13000。好的。好吧，先看一下吧。小孩子的骨头都萎缩了。是的。嗯，脚都不大能站。已经从春节以后就发展得非常快。对。就是你们现在小房子还是不够，放生还是不够呀？你们有愿力不啦？你先生还在吃荤是不是啦？昨天许愿吃全素。哎呦，要快一点了。还有你呢？我已经吃全素了，许愿。好几年了是吧？2017年马来西亚法会回来以后许愿的。嗯。那师父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这个孩子最快也得到年底才会逐渐给你很明显的好转，在这个当中都是一般，不会有深度的发展，不会越来越坏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嗯。我刚刚替你求过观世音菩萨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观世音菩萨。因为刚刚，我现在告诉你们了，就是好消息了，就是刚刚看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佛陀一直在啊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。所以你们去看好了，哪一个佛不慈悲的，哪一个菩萨不慈悲的，我告诉你，不慈悲的就不是菩萨，就不是佛，你就会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的烦恼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有慈悲心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师父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小房子还要780张。好吧。他身上那个灵性蛮厉害的。是什么样的灵性？是个男的。你要问问你爸，问问他，你老公看了，他有没有一个小兄弟或者一个亲戚朋友，我不知道，是一个男的死掉的有吗？好像是被砸死的，也不知道是突发事件。有没有啊？被车压死的，或者就是突发事件死掉的。突发事件有没有啊？或者过你过去跟你做过同事，或者你的朋友小兄弟当中，那个同事他是2009年烧死的，应该是。我现在讲给你听他的样子，好吧，你就知道了，好吧？那现在他是。给我显示的是 烧死的那个样子，脸都是黑的，我现在叫他还原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圆脸是，你是长的，他是圆的，眉毛蛮浓的，眼睛啊还蛮大的，鼻子不是太长，有点像他的同事，圆脸的，眼睛大大的。你都认识啊？我认识。哎，听懂了吗？
现在他在他身上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师父。所以他有时候会这样动，你这个女儿，有时候会经常这么动。你知道这个动是什么？就是他烧死那种痛苦啊。所以他经常会自己就火啊，在身上就这样啊。他现在的腿老抽筋。对呀、啊，折寿啊，抽一次就折一次寿啊，所以赶快要把它超度掉啊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师父现在要不要给他做其他的辅助治疗呢？要，给他做一些物理治疗，没问题的。你一般的把这些小房子念下去，好好的经文念下去之后，他就慢慢会脚会有力量。你让他一边念经一边许愿放生，然后让他泡泡脚，然后给他做些物理治疗，我相信啊，我相信应该会很快会好起来的。他现在在喝中药做针灸，这个还需要针灸吗？因为西医没有办法治疗。知道知道，物理治疗呀，帮他拉拉呀，腿拉拉敲敲，实际上都有作用的。针灸也有作用啊，按摩也有作用的，没关系的。最主要不能让他发展，如果这个灵性在他身上，你刚刚弄好了他又发展，又弄好了又发展。而且叫你老公要忏悔，你老公对这个烧死的人有一点点冤结的。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师父。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忏悔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师父，他现在跟你找到毛病了，好好的念经，如果把他弄走了，念走了，女儿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好的，明白了吗？感恩师父。师父，他现在就是经常的睡觉比较多，要不要给他叫魂呢？不要叫，没关系的，睡觉多一点没关系的，好吧？好的，帮他经常敲敲，念大悲咒的时候啊，帮他经常敲敲腿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吧。还有把他翻过来敲敲背。对，他现在整个脊柱就是比较直的，僵硬的。啊、僵硬呀，我都看到了。对，三个月的时间就不会走路，不会说话了。我就跟你说，他现在非常生气。就是你们现在心里没有根本忏悔的心，你们现在今天师父帮你们找到毛病了，回到家里要去忏悔，跟观世音菩萨忏悔，说我对不起这个人，不要直接跟他发生关系，不要直接跟他讲话，听懂了吗？好的，师父。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我，我某某某做错了。好的。好，马上看看就会好起来了。这种孩子找到根源，小菜一碟的我。好的，感恩那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还有叫你老公要坚持啊，我怕他坚持不了吃素，你这个答应菩萨就要坚持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做男子汉大豆腐，听得懂吗？明白明白，师父。好了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了。